2020年特区政府施政十件大事之首，是去年六月香港国安法的实施。我对这个结果是完全认同的。自2019年6月发生修例风波以来，持续一年的社会动乱令香港市民惶恐不安，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6月30日制定香港国安法，并在香港公布实施之后，困扰香港市民多月的街头暴力几近绝迹，社会回复平静，市民的权利和自由再次得到保障。可以说香港国安法是香港的定海神针，是香港由乱向治的转捩点，它的实施成为特区政府施政大事之首，是实至名归。去年另一件大事自然是反复的新冠疫情，疫苗接种仍然是香港克服疫情的最大希望。在中央的支持和特区政府的努力之下，我们能购买到足够全港市民接种符合安全、效能和质素要求的新冠疫苗。特区政府已经在2月下旬启动了全民疫苗接种计划，至今已经有超过45万名市民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。为了鼓励更加多的市民尽早接种，我们正在积极研究，如果有一定数目的市民接种了疫苗，是否可以对社交距离的措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，亦都会同其他地区商量，是否可以为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提供一些出行上的方便。展望2021年，特区政府落实全国人大有关完善选举制度的决定，肯定会是今年施政的头等大事。我和特区政府完全认同完善选举制度的必要性、迫切性，并会全面配合通过本地立法落实经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，并在未来12个月办好选举委员会、立法会和行政长官这三场选举。